過去啦，我都接觸過親身接觸過兩位係姚氏嘅人啦，一位咧就係 Dominic Sorrell， 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去第二次去美國嗰位嘅 Angela Smith。咁原來兩位嘅女士咧，佢哋都話佢哋深信而家其實所謂嘅 Project Stargate 咧係冇停過嘅。有人曾經用過姚氏去睇呢個佛羅里達州對出海岸出邊係咪有個地底嘅 UFO 基地？係睇到有隻飛碟，即係唔係飛碟，一個飛行器喺水底度飛緊，而個飛行器咧。他看到個飛行器裏面的控制室啊，個控制室咧，佢見到個控制室咧就唔係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揸住個冇 joystick 嘅，冇 joystick 嘅。佢見到控制室咧係見到有一個盤，個盤咧係有個手印喺度嘅，而嗰個手印咧唔係人類嘅手，某啲乜上去，即係佢個鏡頭啊，佢個位就係睇到嗰個位啊，遙視嘅鏡頭啊，係啦，模模糊糊嘅邊，咁就係睇到有個手擺落嚟，嗰隻手咧就唔係一個人嘅手嚟，係一啲唔知咩生物嘅手。係啦，咁佢就睇到有啲咁嘅嘢。正式要講呢一個可能係最正嘅一個 UFO case， 睇咗相先介紹俾大家認識呢個朋友。咁咧呢位伯伯咧就係一位退休嘅海軍指揮機師啊，指揮官嘅機師，即係高級噶啦，高級個名叫做 Graham。在他后生的时候，他就是负责揸住一些巨型的飞机。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就上 MJ13show.com 以 $19 3个月订阅节目重温了。